好啦，结束啦。啊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感觉如何啦，亲爱的？我现在再度充满生机，我的心跳强而有力，强而有力呀、啊！那些在我肩膀上的小可爱们，马上又要有生意要做。有过恐怖。谢谢你们送我这一层马格纳。居然把我们带到这么高的天上。罗伯特，你也可以开始做你的生意啦。慢走，罗拉，让我加入你们的行列。如果届时我还没有找到新的生意可做，谢谢马格纳会再次回到的节目。欢迎加入我们。嗯哼，我对破产家可没有任何的指望哦。奥兰特平原。好啦，第七章，公爵和公爵夫人，月亮神殿。来到了第七章，这鬼游戏有几章啊？印象中是12章的，没记错了吧？哦，干你老师！妈逼的，想杀我！先下手为强，操！突袭！哎呀！闪避，施法被打中，反击，操！哇，我一刀劈死了一只，哎，好爽！石化112，重压，咣！4948斯特好吗？谁啊？爱猫神吗？爱猫神很好啊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射箭，你妈逼的，好痛啊！哇，他是不是不受那个物理攻击啊？换个星光。43，我还不死啊！射箭，闪避，60。但是弓箭手真的很屌的，防御力超高，他应该只能用魔法攻击。我的胯下是湿的啊，看看我的胯下，你觉得它怎么样？非常湿润的样子。魔法防御药剂成三。大力量！打打打！非常的大力拿，墓北欧，墓北欧是谁啊？你是说阿提密斯吗？还好哎、欸，并没有说特别好或特别不好。冲！光明鸟鸟。哇！一刀劈死391，爽！放个平静。放个光线。换人，换菲恩。放雷电攻击。哎呦，还好闪掉了，在。
哈哈哈，396，太爽啦！哎呦，危险！哦，你说弗雷亚、哦？弗雷亚的话还是不怎么样，现在贝绿吃这么凶，你选那种贝绿差的角色，其实效果都不好。你要用，我觉得新手来讲的话，那个谁啊？新手来讲的话，爱猫是个好选择，爱猫很好用。哇操嘞！干，被打掉了。业务只有伤害啊，好痛。哦，一刀劈死，783，太屌了。50水属性攻击抗性，哎，这只是水。45，哇，391，爽！轻枪松松，普通根本没难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玩过普通难度。要紧，我没有玩过普通难度啊。蓝宝石原石乘二，哪里？突袭！妈，你劈死你再说。哇哇，直接打死，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嫩呐！又黑又阴森，里面都有这种神殿。哇哦！接哥的蓝宝石，宝很多，可是不知道怎么玩。从下面上他，哇，没有用到那个。遭到互打，重压，没有用到突袭，亏。
哎呀，一刀劈死！来清 gek， 啪！关关。六十，好痛。那。因为大家升级的升好快，平静全体。爱阻碍全体，升这边好了。欧若拉，不然大家等级升好快。哇，这地图有点大哎，麻烦。这是什么？自白书食物。哇，地图又大，风又大，太惨了！这边打一些几百人。闪避，屌！干！我觉得那个弓箭手超级讨人厌，物理防御实在是太屌了。一巴掌烧死，冰冻，遭到瘫痪。冷凉大西龟，防御一下了。两个都中奖，一刀劈死！哎呀，三九五，屌！哇，你好低啊！啊，他是水系的，糟糕，我要用火去烧他，笨笨！摧毁！升级，姐姐升级速度真的超快，妈的超爆干升。看看一下下，哇，啊干！你小说风好大，没有两句话。泪就像雨落下，好好哭一哭，有没有带走眼里那颗沙？看着你在挣扎，还是爱着他，说什么话都多余啊。爱情像个长假，没得回忆。输了还是要回家。嗯。哦，干两只哦！妈逼，还好这只先制弓，马上就电翻你们这群贱人。哇，太爽啦！一巴掌电死，升级。那这条什么？
好搞，还好是这只有限制攻击，只要这只限制攻击就是爽。费恩一击，哈哈哈哈，399吃到饱，哇！32，这好痛，是不是？30等。枪松松加血加连续攻击 ，win 咚！你们在聊三小啊？我这么忙，你们在聊天？我在这边G战，你们在聊天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？我一层一层看算，好像突然走好几层，看不懂他的地图。哦，地图到这。风好大！你笑说风好大？啊！哦，好哭一哭，有没有带走？眼里那颗沙，是哪里？我来过。哦，我来过。来个全体劈砍。放个季风啊！冰冻，妈的冰屁哦！吼吼，扎死一剑！哎，不对，要放我的雷电攻击。摧毁，轻枪松松30等，姐姐升级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把她的那个拔掉说，升级速度实在太扯。哎，还有一个谁？对啊，我把她那个增加经验值拔了呢，她还是升超快的。噔噔，恢复一下自己。哎，他这边就这个洞而已，有别的地方。麻烦。哦。好像是嘞，这边就这个洞而已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往上，哪里啊？那这地图好大啊，好想探探哦。切割的红宝石。这边是不是小那个啊，马戏团？有两只。季风干掉那个贱人啊！呸！有，这样都不死，逼死！
哇哦！爽！哎，干什么？妈又想偷射我脸！对了，这边又没来过。哦，这个难打了，这个。放个全体光线，哎，我没有全体光线，放单一光线。放个雷电攻击，打单一就好。砰！哇，直接秒杀，太爽啦！电池。还有燃烧歌曲。致命一击！啊！呸！击开，消失。哎呦！轻枪松松。好啦，这一区就逛完啦，可以往上啦。有什么上不去？嗯，点力量，点解毒，连续攻击。不知道点哪里，老实讲，点这边好了。这是马戏团呢。哦，蓝小丑 ，Hello， 友谊的小丑，怎么了？你为何哭泣？因为失去了光明，还有永恒的恐惧。屋里的房间都是空洞洞，表演房里的人潮也空洞洞，马戏团就这样结束。此情，讲到那些行走困难的老人家，讲到那些还不会说话的孩童们，想到你，想到我，这就是我哭泣的原因。看见那边的垃圾没？马戏团让我好绝望。亲爱的，你或许会想问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我并不好笑。我曾打算邀请我妹。打算今晚就了结这一切。住手 ，Tristy， 我在这里。贝鲁，路贝拉，难道我看到的是上天的恩典吗 ？Tristy， 过来，忘了马戏团吧。当我们的梦想全都在这。我一个充满天分的喜剧演员，你雷姆利亚首屈一指的歌手。有这位小女孩在，我落了。那么再开一段前所未有的大冒险。说真的，去大草原每天都忙。那所谓在此，我们能够一起体验像玉米花生糖般的冒险。可能会深入黑暗。我们要战斗力、灵活度与治愈的能力。说的没错。那么，欧罗拉，算上我俩一份。哒哒哒哒！获得了新角色。又解了一个烂成就。妈，他那个还是没。哇，出现了势不可挡全体。很久。很久，看一下哈，麻将看他的技能跟老哥差不多啊，还有跟姐姐差不多，有加速哎、欸，然后学他的全体加速，提攻击，延长法术时间，每增加每一种法术的持续时间，哦，还蛮屌的、欸。那这边呢，势不可挡，哇，他的技能都不错哎、欸。
原生家属好了。我全体加速升满，跟姐姐差不多的技能。哎，这边下不去了，叽叽。新地区，哇啦啦啦！放马过来，野兽，我们才不怕你，一点也不怕。妈，突然就 BOSS 战了。先换人，换上我的。星光，啊！哇，马上炸！哎，没有，还没死。啊！集中力量。飞扑，哇！如果是个正妹该有多好，超级反击，哇！比较好硬，没有办法用物理攻击，哇！你也反击啊，你反我反你，飞扑啊！我还暴击，好痛！我要放个加速。放个光线，火之翼，哇！老法金特反击403，挺屌的。放个全体平静，燃烧咆哮，好痛！还好我势不可挡。哦，哇！炸掉了一个贱人，马上来个全体还珠，再炸一个贱人，啊！啊！377，喵！啊干！打他反击会还速哦，贱人！复活！你妈逼的！没技能。啊！敲击被打断。